少接触钢的。我们只看他的状况，就是他会不会因为害怕哈，有时候也会凶。凶没关系，你不要去咬人嘛。你看，如果是公的，就会稍微。这样没有关系，因为是他个性的问题，但是你不要攻击哈。等一下哈，我那个会放出那个小只的哈。然后如果像大狗的话，如果像吃东西，大狗应该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尤其是不认识的狗，它吃东西它也会凶。大狗在吃东西，对，就是如果是大狗在旁边，然后它要吃东西，它可能就会凶大狗，就是护食。对对对。多多，好，这只这只看看，你看看我等一下。爱追。他也不怕他啊。爱追。爱追，你先去旁边。好，来看看，他为什么很凶的？现在是不知道是太警戒，所以没做什么反应。因为他现在就是对，根本不旁边有狗的时候。我跟你说哦，上次有一次边境哦，他来他也不是说胆子特别大，他会凶。就会凶。嗯。那、啊、你现在我在看他没凶啊，你看。这个要注意一个问题哦，我们现在他比较害怕的时候，他比较不敢。对。代表说你是某一个环境哦，他不是很怕的时候。然后你在牵他的时候，他咬过你，因为你去制止他。他没有很听你的话。我现在你现在叫他坐下，你都没有办法，你有办法。阿妹坐下，坐坐下，阿妹坐下。可以坐，但是要等一下，没有那么那个。让他给阿妹坐下，他很紧张。对，他以前在家里会不会坐下？会，他坐下。对。你是要那么久吗？对，他就没有到那种人家就是一喊坐下就马上坐下了。像比如说，就是你要多久？要多久？但是像比如说在那个新生公园遛狗说喂零食啊，就是一群狗在那边叫他坐下，他会坐下。我说我刚你给他一点点哦，没问题。我有没有肉干更好？坐下，对吗？哎呀，坐。坐下。那个，这是不是太香了？坐下。坐下，大。他还会吃的，因为很紧张。对。他现在裹在旁边看呢、他也不敢凶。你在喂，来。你在喂。这边有。好像要先喂其他的狗。要先喂其他，来喂。对，在他面前喂其他的狗，他会凶。没有，那个他靠近一点，如果他在吃，然后别的狗靠近一下，怕来得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说，你像这样，啊，你喂那个小贝丁，他现在，他知道他现在被那个束缚，坐下，我没坐下，不用坐了，你就给他吃，看他会不会凶了、哎，你走开，哎。看他在吐舌头哦，他在紧张，他很紧张哦，他连凶都敢。对，他现在很敢啊。对，喂点小贵宾，他对小狗不是很爽，很不爽。你晓得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被牵制住了，神识被牵制住。我是给他处在不松不紧的状态。哦，他知道。他知道，我也不是很拉他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松。他来，他妈怎么有一个人敢去控制他的脖子？他觉得就是很怪哈。所以你的狗哦，等一下你来牵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维持不松不紧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之前就是如果像。啊，你凶。他现在如果张嘴咬绳子，他就惨，他就野性会很强，马上会有羞辱。好，我现在叫他在做，牵着他绕圈。哦，换他绕圈吗？对，绕绕圈。走。他有任何动作，你马上要拽他，变成咬到别人哦。对，不松不紧。
走啊。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很多事情要稍微强制他一下？哦，就是以前他想要咬人，他也要啊，你叫他不要，我就要啊。你现在也要学他，我叫你走，你要走啊，来。靠近一点，但他我不想靠近他。你可以控制他靠近，你走近一点，走走走。我这里。走快走快。我这。拉过来。对。好，坐在旁边坐下。坐下。坐在旁边。坐下。哎，对哦。你喊第二次就已经不太对了。哦。你第一次不对，马上那个哦。啊、哦。因为我们最后是希望。我刚刚讲过，你喊坐下，他立刻就要坐下，就是靠你这个。以后我们要去除这个。等一下，孩子，坐下。没有，就很快。对。哦。对，哦、快一点。啊，这个没有什么，就是你们刚才在写的时候。哎，怎么办啊？刚刚不是在帮吗？